子要打我，他都骂死人了，你不要让人先告状啊。这就是你们眼中的好男人小话啊，因为我花点钱要揍我一顿，关键我马上要给他生二胎了。你说什么？在那当弟弟，听见没有？儿子都不让你了，不愧是我的老儿子。我是心疼你花钱嘛，你就是呀。我是心疼你把钱全部砸在孩子身上。怎么的？我愿意。妈呀，进来，我带你看一下他到底该不该揍。看看就看看，这么多衣服，你说他该不该揍？弟弟里面还叫抖啊？一定要喝毒好不好？妈呀，你还是对他了解太少了，这里还有呢。别不好意思，来来，好好看看，四季衣服，一年四季，这只是夏天的衣服啊。你们不卖家，看你个谁话，听见没？刚才那句话是不是小明教给你的？我美娇，我美娇。我妈跟我媳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啊，就是看你便宜的东西啊，她不买，她就觉得自己吃亏了。我妈因为这事啊，没少被我爸吐槽过。是不是女人都有这个通病啊？这不这两天要换季了嘛，我就想着把这些衣服小了的话，然后收拾一下，给我朋友家的小孩穿。这件衣服不能给。我说我啊，这件衣服是今年刚买的，我舍不得。舍不得是次要的，主要是咱们生个二水流咋整啊？二水流才有的，你没发现我们评论区都在赌男女吗？我天天被那个评论烦死了。但是私信的人，有的人跟我说了，他说我这个肚子像女孩子的肚子，因为女孩子的肚子就比较大呀，比较尖一点，所以这个衣服我决定送给我朋友家的小孩穿了。你嘴是租来的，说话这么快，你就不能慢点吗？比我还快，过分不？送就送吧，反正咱也用不到了。要不要帮忙啊？你安心做饭吧。OK。我妈还在，我们家默默后天就要去医院待产了嘛，马上要坐月子就吃不了辣的。我妈知道后啊，今天特意给她整了一个火锅，还是爆辣的，说让她解解馋。说实话，他们俩真的偏心啊。我前天做手术啊，他们俩也没这样啊。我爸买的超辣底料，我妈整的特冰水果茶。老铁啊，你终于过上了全家伺候你的日子呀。底料，舒服不？舒服。马上过两天就要带去摘了。其实随着我们这两天的相处啊，我们家默默已经轻松很多了。自从我媳妇跟我妈和好之后啊，并没有那种很尴尬的感觉。好多朋友不是说破镜不能重圆吗？这话也不是绝对的。你看看我们家现在家庭氛围反而越来越好了，这一点我还是比较开心的。就是我妈，我给她拍视频的时候还是有点害羞。你自己的衣服自己收拾，知道不？不能把衣服破下来。牛牛小时候，我们家牛牛小时候用的小包被啊，交给弟弟用。妹妹，你看看你多少衣服啊？咱们先把这孩子裤子收拾一下吧。这孩子就是裤子多，牛牛也是家务小能手哦。保守估计啊，我们家肥牛这个裤子得有30条了，得40条。像这衣服都还没穿过呢，这白裤子也是。这泳裤本来说给肥牛夏天去学游泳的，结果毛都没穿上，一次都没穿过。哎，好看。我发现一个现象哦，在我们苏北这里啊，以往过完中秋节基本上短袖都穿不了了，就得穿长袖了，外套啥的。但是今年就不一样了，这过完中秋节啊都两三天了，这大中午的还是这么热。那咱们还是留两件短袖给他吧。你说说我就数，那我就少给人家两件吧。说实话啊，有时候我媳妇的眼光跟我是一样一样的，我就是喜欢穿这种花花绿绿的，有一种朝气蓬勃的感觉，有没有？你能不能说是？能。叠叠衣服狗都不肯。哎，又便宜别的孩子喽。这也是肥牛的吗？这个贼狠的一字肩。这是我的。这是我媳妇100斤时候穿的衣服，这衣服就比肥牛的衣服长一点点。你能想象你100斤跟现在的变化吗？最后一件了，进来。换了，来，进来看一下这个裤子来，这裤子多不多呀？还行吧，多也不多。这一箱子全部都是裤子哦。哎，我把它给我开开来，不能按了。你不按了吗？这送给别人了，好不好？啊，你送给人家抱着你是女的啊？华晨给我保证的，不要说句话，说句话该笑死。搂着，搂个小扇子用。我妈，你的想法更大胆啊！说真的，我都不敢想。你想要啊？小扇子姑娘更好。咱这老二还不知道啥呢。你说啥？拦就拦呢。他要是男的，我能让他呀？啊，不让你咋的？你要咋整？咋整？我哭咋整？还有两三天默默就要生了，我现在也特别好奇到底是男是女的。估计啊，我现在要去问医生呢，医生他也不会跟我讲的。不过到这时候啊，是男是女已经不重要了，只要默默能够平安顺利的生下他，我就满足了。不过最让我意外的还是我妈哦，撂我谢，说我要生儿子，他还想要我生小三子呢，有这可能不？胆太大了，还是安心吃饭吧。吃得爽吗？辣死！这孩子馋坏了，我这能吃辣的老婆婆也扛不住了。我这汗已经下来了。这大神的，现在我们家吃饭啊，都按照这个大神的口味来。这顿饭吃的真是太美滋滋了。
点注意大家。刚吃完饭，我妈就开始收拾了。牛牛啊，又得自己吃饭呢，这么大人呢，不喂他不吃饭，也就我爸想喂他，我估计饿两天自己就会吃了。给我腿都按一下。168，全身死胖，坐不动。撑大了。轻一点，我就觉得手筋腿都疼。在这里哦，跟你们解释一下，我媳妇绝对不是懒的，她的肚子越来越大了，每次一吃完饭，她的腿就支撑不住了，就要搁床上躺躺。凶我？没。我说你不是懒的，是腿支撑不住的，这个理由到位不？傻话嘞。应该有宝宝理解这种感觉吧？为什么以前我爸对我没有这种笑容呢？嘴里边吃。还是我妈好啊，对我有点笑脸，噎一个。噎。老板，老师呢？老弟弟。听不听话了？听话了。能不能好好吃饭？嗯，安迪吧。我哭了，你看见没？亲我一个，一人一个。笑笑。我妈呀，你不能仗着你儿媳妇给孩子买衣服呀？凭买就买定个吧。你这个坏习惯也得改改。上次我爸怎么糟蹋你的？我爸是这么说我妈的，就看见便宜的东西啊，就生怕别人反悔的。我妈赶紧给钱就跑了。哎呦，你们花点钱怎么了？你都跟哪学的？我倒是让他自个买的衣服。妈呀，我跟你讲啊，他不是不买，他现在是穿不下了。他生过了吗？为什么我拍点视频你就搁旁边看着呀？啊，放这个婆婆说我坏话了。什么坏话说啊？听见没有，女人花点钱怎么了？婆婆没毛病吧？没有。好了，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，牛牛拜拜拜拜。